体育舞是被称为微胖的姑娘，都是吃了脸大的亏。拼命减肥不如去打瘦脸针，现在女明星的脸一个比一个小，除了刮骨疗胖，还不都是瘦脸针锦上添花。哼，呵呵。如果我告诉你，瘦脸针的另一个名字叫肉毒素，是毒性最强的生物毒素之一，是不是还觉得它萌萌哒？来，我们进入女子力科学社的科普时间。肉毒素能够美容，得至少稀释40万倍。它起作用靠两点：一是麻痹你的肌肉，肌肉不动，皱纹自然就少了呗；二是让肌肉萎缩，大脸盘子粗小腿，一针下去药到肉除。除了美容，它还能治病，见效快，还不用开刀。听起来挺有效的呀，还能治病，肯定没有什么风险哈。副作用肯定是有的，一半靠医生的技术，一半靠人品。脸僵事小，严重的可能会肌肉严重麻痹，心力衰竭。为了安全，一定要去正规的医疗美容机构打之前呢，还要看看自己是不是有这些问题，要是有的话，打了肉毒素会有生命危险哟。哦，对了，肉毒素可不是终身有效哟，4个月到半年就得补一次。你费尽心思挑的口红色号新鲜发型，在直男眼里毫无区别，所以关于整容的血泪真相是，女人折腾自己只是在跟女人较劲，直男们根本就不明白。想第一时间看这么多有趣的视频和漫画，快来关注女子力科学社吧。